膝盖疼不用治，一个方法在家就能做，不吃苦不遭罪。膝盖疼痛肿胀的人，我只教你一个方法。膝盖疼的朋友啊，今天你刷到我就别划走了，试一试这个专攻膝关节问题的健洛特膝盖穴位贴，使用简单方便。你是膝盖疼痛5年、8年还是几十年，不怕你改善的吧，就怕你啊拖着不去管。试一试吧，也就是一顿早饭钱，不吃亏，只需要对着膝盖疼痛位置，晚上贴，早上接，草本配方，温和不刺激，不耽误走路干活。现在啊，就立即点击视频下方查看详情吧。为什么走平路不疼，一上台阶膝盖就疼？这是因为你的软骨磨损了，往往下楼梯比上楼梯疼得更厉害。赶紧试试这个健洛特膝盖穴位贴吧，这是专门针对多种膝盖问题研发的一类医疗器械，只需贴在膝盖上，里面的草本利奇精华就可以快速透皮透血吸收，持续养护膝盖，改善膝盖疼痛肿胀僵麻等情况。